Sorry Cup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ff。 这一期我将为大家介绍 Lompo Derm 的灭魔刀密魔。 Lompo Derm 的密魔出自 Wat Nong Po。 Lompo Derm 也是泰国的九大圣神之一。 Lompo Derm 大师生于佛历2403年，圆寂于2494年，有人称呼 Lompo Derm 为灭魔刀的神僧。 Lompo Derm 铸造的灭魔刀全长10寸，刀身6寸，完美品相。法道上的咒语正是五方南无普陀耶的佛咒。据说灭魔刀效力惊人，因此有如遭遇灵障而难以处理者，可以多多念诵。制造灭魔刀的材料据说有棺材钉、舍利塔与佛寺旗杆顶部尖端的金属、建造佛寺所用的钉子、砾泥。僧人所用的钵往往是铸造法刀的师傅自身所用的。黄金、银、铜。火葬场堆尸体使用的钢刀柄常见材质为象牙，少部分为圣木或无眼野壳。龙破灯灭魔刀含有强大的正能量，可对抗一切邪术、降头及鬼灵，在保护自身对抗流氓、辟邪或降头，制造圣水、净化佛牌、验出有毒物质、治愈身上怪异疾病、催击避凶、增强自身说服力、帮助习法者控灵、避免反射、正信家宅和保全家平安。适合闹鬼、经常出入夜场、容易得罪人的人士佩戴。在泰国有名的富豪家中也不难找到灭魔刀。以上就是龙破的灭魔刀的资料，我会陆续的为大家报道泰国的佛牌资讯，敬请关注我的频道。萨瓦迪卡。